半年，我现在至少半年，我终于要去剪头发了，实在太受不了了。我本来以为长发可以，我知道就是不用剪，但原来不可以。你还是很受不了那所谓的刘海啊，长到这样子，叫什么刘海？一直以来都是有去习惯，然后就习惯去在 KL 的理发店，但是这次真的没有办法再等了，已经觉得太受不了了，所以我决定去试，去试一试这间新加坡的理发店，等一下再拍给大家看。剪完头发觉得人家头发比较健康。